当虎将经历万般磨难，却只见到腹黑灵魂彻底沉沦。在世界战机中登场的新晋暴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大家好，我是微光。咒术回战251话已经更新，一起来看拯救自由的灵魂之战。上一话里，一股拔刀斩向苏诺，让苏诺没想到的是，最后这把长刀中隐藏的居然是自己的术式八。苏诺的脸颊和手臂也被这一斩划出数道血痕，比起肉体上的伤势，更让他意外的是，一股居然复制了他的术式。这是我的，究竟是什么时候？遗物则仿佛猜到了苏诺心思一般，先一步开口解答。苏诺手指，最后那一根你一直没能收回吧？一旁的虎杖再次送上足以震颤灵魂的攻击，被打了个踉跄的苏诺却似乎并不在意肉体的伤势，仍在继续这个话题。原来是这样啊，你把它吃了吗？遗物并未给出正面回答，而是抓紧机会调集周力，一掌印上苏诺核心。苏诺虽然遭受连番打击，下方解印的双手依然纹丝不动，继续维持迷虚格龙抵抗领域的逼中效果。虎将则趁势抱住苏诺后脑，让他的面门和膝盖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被这一击撞得鲜血横流的苏诺也没有坐以待毙，伸出一条手臂锁死虎将头颅，剩余的另一只手掌则再次发动瓦格斩击。正面吃下全部斩击的虎将，居然在倒下之前再次抱住苏诺的后脑，将口中鲜血全部喷入苏诺右眼。遗物的拳头也在此时来到，穿过释放网格斩的手掌，给苏诺送上一记升龙。苏诺吃痛之下松开了手中的虎杖，被斩得血流不止的虎杖心中却不敢有半点松懈。现在这一刻是打倒苏诺夺回腹黑的最后机会，不能歇，快治好，快治好，快治好啊！被连续暴击的苏诺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不止咒力输出一直在降低，对于腹黑会肉体的掌控也变得越来越迟钝。苏诺思考的同时，李湘也来到近前，一把抓起他的右腿，将苏诺整个躯体向虎杖甩出。虎杖则用一记倒挂金钩精准地接住了李湘这次传球。完成连击的虎杖和遗骨同时注意到苏诺下方一直保持结印的双手也在这一击下悄悄松开，这意味着替他抵抗领域避重效果的迷虚葛龙也会同时消失。他或许想要一边承受天使的舒适，一边舍身用出扩张术师对象的解，切断世界的斩击。但他的一系列动作早在遗骨意料之中，苏诺松开双手的同时，虎杖和李湘一左一右将他三条手臂完全锁死。遗骨也快速贴近苏诺，将手插入腹部大口，一把扯下刚刚还在咏唱咒词的舌头。遗骨付出的代价则是用自己的额头正面接下了苏诺最后一条手臂发出的斩击。完成极限挑战的遗骨将苏诺的舌头丢往一旁，一边恢复额头的伤势，一边发动新一轮攻击。扩张了术士对象的解没有办法和迷虚葛龙一起使用，就算是单独使用也需要解印或是咏唱咒词，而我一样都不会让你做到。遗骨内心嘶吼的同时，他的斩击也破开了苏诺的脸颊。在伤势修复完成之前，苏诺或许很难再张口咏唱咒词。感受着苏诺单手放出的斩击，遗骨虽是满身鲜血，心中却多了几分把握。斩击也变得更加微弱，现在就算接近他也不会感到恐惧了。让苏诺最意外的是，和遗骨斩击一同出现的还有来自右边脸颊的爆裂伤害。怎么回事？那个小鬼的血居然爆炸了。苏诺仅剩的一条手臂也在此时被遗骨斩断。时间回到决战开始前，武将正和莱西和张相等人讨论腹黑的救援计划。根据99小姐手机上的记录，灵魂虽然基本上多少都会有些混合，但似乎并不会完全融为一体。幽人和苏诺难道不是特例吗？像我就完全感受不到这具身体里原本的人类灵魂。咒物和非术师如果咒力差距过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只是灵魂沉入底层，而不是消失或者融为一体了。基本上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会是个特例的话就麻烦了。基本这个词是我自己随便加上的，有个叫真人的咒灵能把他人的灵魂融合到一起变成别的生物，只要不涉及那种术式就不会有两个灵魂融合到一起的情况。应该不会吧，我相信这份手记我一定可以唤醒腹黑的灵魂。这种做法可能跟我们的术式很契合，天使的术式是对对象进行术式消灭，兽肉体因为它的术式和咒物直接关联，所以这种方法应该可以消灭苏诺。但术式不管怎么说都和大脑有关联，作为术式对象的兽肉体存活率很低，但如果可以把两个灵魂分离，让咒物和肉体的同步率下降，那么存活率就会大幅提高。视角再度回到战场，已经被虎杖攻击大幅降低同步率的苏诺只能眼睁睁看着面前的遗骨用最大输出发动领域内的必中术式雅各布天梯，足以照耀整片战场的圣光瞬间笼罩苏诺的躯体。在他灵魂被净化的同时，来自遗骨的长刀再次捅穿了他的手臂。随着长刀甩动，苏诺的右臂被从中间直接剖开，虎杖蓄满咒力的拳头也在此时来到苏诺近前。
腹黑，快醒醒！震荡灵魂的铁拳成功打入了腹黑体内的灵魂世界。从灵魂构造的角度来说，武将和遗骨的计划无比正确，但是腹黑的回应却是：算了吧，已经全都无所谓了，因为他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生的意志。就在这个时候，仿佛死神地狱的永昌声也再度响起，龙鳞反发成双之流星。伴随就此出现的斩击，成功切开了遗骨和虎将的身体，遗骨的领域结界也在斩击出现的同时开始溃散。本该露出胜利者神情的苏诺，此刻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因为一把长刀也在同时贯穿了他的胸膛。那是咒术师再常见不过的手段，是苏诺如果有所防备就可以轻松避免的普通战术，那就是对胜券在握之人的突袭。天女暴君禅院真希正式加入战局。以上就是本话的全部内容了，下周就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关注订阅我。感谢你的观看，我是乖乖，我们下期再见。